呀，李总真开心！你劝劝阿紫和叶总的关系，李总辛苦了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应该的哈。5590，早上好，露露奶奶，早上好，谢谢文文，一脸比一脸更好，早上好，哇塞，你们的名字改得好优美哦，真的是百花齐放哈。用户8688，早上好，包包1202，包包为什么改个1202？为什么改个包包？有什么好的典故吗？啊，谢谢你们送出了小心心，谢谢卢小娘，谢谢努力拼搏，哎，卢小娘也关注了啊，谢谢，真年轻的李总，用户2539，你又来表扬我了，苹果红，谢谢谢谢，那个好家纺，谢谢你。花儿朵朵，哎呀，花儿朵朵好美哦！一看到你我就好美哦。小雨点儿，早上好。哎呦，你们好亲哦！又看到一些，哎，有几天没来的家人们，好亲哦。人生如梦，早上好。那老家人们给我点一下，哎，亮一下粉丝灯好不好？早上好，人生如梦。SM 爱，哎呀，SM 我最喜欢说这句话，SM 哈。早上好，丽华，早上好，赫赫奶奶，早上好，冬天的雪，早上好，你是缺不好啊？我劝阿紫和叶总，美女，用户2531什么意思？美女早哦，美女好年轻啊！谢谢你天天表扬我，阿丽，早上好，哎，雕，早上好。一听到你这个名字，你就不会受欺负啊！雕，早上好，王妹妹，早上好，卢小亮，早上好，哇，亲人们，家人们太亲了，真的是太亲了哈！那就是那个卢小亮、雕、阿紫和老板能坐在一起吗？接下来我们再讨论一下好不好？梦野，早上好，哎，早上好，谢谢梦野来就跟我上上人啊，大家很关心道子。阿紫和叶总能不能走？能不能走在一起？哈，我们拭目以待，好不好？因为我肯定会两边劝和的，肯定会两边劝和的，知道吗？尽我最大的努力嘛。因为现在的年轻人，你们知道，每天讲的都不一样，知道吗？他们心里面也是在反反复复，知道吗？纠结纠结，是不是家人们？对，姑娘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都是一个姓。哦，人生如梦，你也姓李呀？哦，好的好的，我把你记下来哈，到时候我把你记下来。你也是姓李，人生如梦啊！我记一个哈，人生如梦，姓李。那还没有点关注的家人们，点一下关注哈，亮一下粉丝灯牌，要不是我找不见你们，没有办法回关你们，知道吗？早上好，李总，早上好，平。哎呀，平也好亲哦。赫赫奶奶，老爸没有事干，让这个于老板是花花公子。火星早就找好了，还在跟人家说啥子嘛？黄高华，应该叶总爱阿紫的，什么别怪了啊，老板的心态。253应该是叶总爱阿紫的，有什么阿紫的心态？哦，悠悠岁月也是姓李哈，悠悠岁月，悠悠岁月，你们最好进下我的粉丝团好不好？到时候我下来找不见你们了。谢谢勇儿，谢谢勇儿，悠悠岁月也姓李哈。姓李的，姓李的在公屏上我扣个一，我看看有多少姓李的，知道吗？记不过来，因为姓李的大姓太多了。要姓李的给我扣个一，扣个姓李。你是他干妈妈，好好劝劝，做点好事，一辈子都好。我知道的，我知道的。5214，你放心好了，本身就是嘛。当时阿伟对他自己后来的人追人家，阿伟把他放弃了，他也把跟人家抛弃了，他就害了儿子。就是黄刚好，我知道你心疼阿紫，我也明白。好的，谢谢活性生财，谢谢活性生财送的小心心，啊，谢谢送出了亮，为我亮了粉丝灯牌。我也姓李，559559559，你也姓李哈，59070671320。好的，我帮你记下了，59070671301370，啊，这几天看不上儿子的视频了。好像说今天晚上要跟你们做视频，好不好？要跟你做视频，好不好？那新来的家人们哈，我做一下自我介绍，我叫李美洛，
来自于四川，我在线下是从事了23年的高档美容会所，专注问题肌肤和抗衰老哈，这是我的会所哈，总共楼上楼下有3000平方，到时候我带新家人们今天参观参观一下好不好？那不知也因为好多新家人来，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哈。那新来的朋友稍作停留一下哈，马上把福袋给你们抽出来，报福先报人，点一个免费的关注好不好？哎，点个免费的关注。李总，昨天那个阿妹怎么跑到叶总那里去卖货去了？哎呀，这就是我就没明白嘛。我下来再问一问，我昨天晚上都没搞明白。好，那我再给新来的家人们做一下自我介绍哈，因为老家人都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哈。那新来的朋友哈，早上好，我做一下自我介绍，我叫李美洛，来自于四川，我在线下是从事了23年的专业抗衰老，哎，美容院，高端美容院，然后我的就是专注抗衰老和解决问题型肌肤，那这就是我的会所。等一下呢，我会跟大家参观一下哈，我们楼上楼下有3000平方哈，哎，是综合的，是做综合的美容的。那有新的家人稍稍停留一下好不好？点一下免费的关注，再把主上家的福袋带回家，哎，稍作停留一下，等一会儿我们的一些福利，更大的福利还在后面好不好？稍作停留一下，等一下我也跟新朋友带你们参观一下我这里的，哎，这里的所有的一些啊，给你们大厅参观一下好不好？嗯，我们的面积是比较大的，嗯，会所开的比较大，比较高档。啊，对对对，左上角福袋抽抽。嗯，对，那有老朋友们哈，如果没有就是那个没有亮粉丝灯牌的老朋友哈，就抽抽福袋，亮一下粉丝灯牌好不好？因为亮了粉丝灯牌，你就是我线上的 VIP 啊，那有什么时候我们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，我们不仅是一个卖货的地方。我们还是一个聊天谈说话的地方，未来就是一家人，相亲相爱的一家人。有些时候你困了累了，哎，想找人说话的，到我直播间来聊聊天好不好？啊，姑娘，我搞不来，那我教教你好不好？搞不来，那这里有个小关注知道吗？这里有个关注哈，点一下它就变成了个小黄心，再点一下它就进去，就是花个1斗币，就相当于1毛钱，看看你有没有抖币。如果你没有抖币的话，你每天上午来我这里来抽抽抖币哈，给我亮1毛钱的粉丝灯牌好不好？哎，等一会儿啊，会不会了？刚刚呢，那老家人会不会？李总早上好，863早上好，卖货的什么王总是在你这里卖货？干嘛和妈一起到一种卖货了？等一下哈，等一下，哎，等一下哈，我给你们解决这个问题好不好？那这里跟你说吧。点一下关注知道吗？哎，再点一下小黄心，亮一个粉丝灯牌好不好？家人们会不会啦？这里有个关注，再点一下好不好？哎，就亮一个一块钱的，就相当于是1毛钱的哈，1毛钱的斗币，1块钱的斗币相当于下下是1毛钱哈。点一下这里关注好不好？家人们，这里有个左上角有一个关注，点一下它就变成了小黄心，再点一下就进了我的粉丝灯牌好不好？啊，你提得很好，因为刚刚有个家人说怎么村子化哈，因为我上次听阿子跟我说村子化这个产品很好，我也关注了很久，他在渠道平台也做得非常棒，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产品挺好的，下面我就打听了过后来昨天王总打听了很长时间，因为我们可以代理，我们可以加盟很多品牌好，所以说王总昨天就到我这里来考察，因为他一个区域他可以放一家到两家，因为乐山也比较大，有乡镇嘛，有区域嘛，而且未来因为我在成都也有店啊，也跟人家合作的有店，那他昨天来考察，他觉得我这里还可以，那因为叶总呢本来就是他代理了他这个品牌，因为他一个地区有些可以放一家可以放两家知道吗？家人们，我不知道你们做过美容的没有，做过美容的你们就知道。嗯，好的啊，家人们刚刚问我的那个问题的家人们明白了没有？因为我们这种品牌的话，如果他的品牌比较大，他可以在一个地方放一家到两家知道吗？那昨天他来我这里会所来参观了，觉得我这里还可以符合他的标准，因为叶总呢他是比我先代理知道吗？哎，但是没有关系的，没有关系的，他做他的嘛，我做我的，因为每个人的就是那个，因为我们线下也会所也比较大，也需要
这个品牌，所以说它是走量，因为在互联网是走量，所以说它在一个地方放个一两家是很正常的。嗯，早上好啊，搞好了，好的，谢谢人生如梦哈，谢谢老家人们哈，那新来的家人们稍住停留一下好不好？我叫李美露，我来自于四川，我就是那个我在线下时从事了高端美容养生会所，我专注抗衰老和解决问题型肌肤，那这也是我的会所。等一会儿呢，我带新朋友参观参观一下我的会所好不好？我的会所比较大，总共有楼上楼下有3000平方啊。那有，因为我是个新手主播，我在线上来，因为为了吸粉，也为了把我的品圈，让更多的人知道哈。所以说我把这种性价比比较好的一些福利带给大家，希望新朋友、老朋友，等一下体谅一下好不好？稍住停留，把主上家的福袋抱回家，抱福先抱人，好不好？先给我点一个免费的关注，好。李总真富有，没有，是因为我呢一直从事美容行业23年，因为我以前也走过很多弯路，也做过很多行业，知道吗？那最终就留在这里。你们做主播也得谢谢阿紫，是的，王翠荣子好奶奶，是的，我肯定会谢阿紫，因为就是因为阿紫和叶总到过我的会所，他们觉得还可以，因为做生意嘛，因为什么说他们两个人蛮好的，那会儿叶总的格局也是蛮大的。我说一句真心的话哈，有些家人们现在虽然不看好叶总，但是从我内心来说，我还是感激他，他到我这里来帮我带过货，那他觉得李总啊，这世界这么大，反正钱也挣不完，你可以去互联网里面，就是闯一闯，知道吗？所以说我经过3天的思考，我觉得他们提的意见是比较对的，所以说我就线上线下相结合，知道吗？家人们，好不好？当然我肯定从内心来说，我肯定是感谢阿紫，也感谢叶老板。因为阿紫我们认识了，主播是的，似水流年，所以说我为什么说我生命中我的贵人比较多，只要你自己是心态是正的，你是善良的，你愿意帮助别人，别人也会帮助你，世界真的是太大了。好，家人们，所以说在直播间家人们哈，不管你们这段时间叶总在你们心目中是好还是坏，我也不去评价，知道吗？那我是站在中立的角度上去评估好不好？那他做的不好的我们也鼓励他，只是不要骂他，鼓励他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如果他做得好的，我们就是技术发扬，对不对？反正一个人的身上呢，有优点也有缺点，包括我自己，好不好？但是从做事上来说呢，他的格局还是蛮大的。我说一句公正话，我今天也不偏向他，因为他做得好的，做得不好的，我心里面也看着，知道吗？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对不对？因为我自己呢，做到这个互联网来，认识了你们，真的让我非常非常的感激，因为我也源自于阿紫和叶总，要不是呢我也没这个勇气，因为我以前也从来就没想过要做互联网，我觉得做互联网不适合我，我是从事了23年的高端会所，所以说我除了能把线下做好了就 OK， 没有想过到世界上的发展，但是从他们的身上，因为我觉得直播带货也是一种优势，也是未来的一种趋势，所以说我经过3天啊，我觉得好吧，我来闯一闯，看看能不能在互联网上面把我的产品推广得更好，所以说源于这个问题我才到了互联网。女儿你回来带孩子带货，孩子好好的，你昨天那个是最损什么事啊？黄平没明白，他昨天那个是最损，我昨天也不明白哈，昨天因为我也没怎么看他们直播，因为问我你每天也比较忙，知道吗？因为昨天我也在学东西，我昨天的事情我都是懵的，知道吗？后面我跟易总发了一个看到你们在群里面发了一些信息，我也跟易总发了个信息，他很晚很晚才问我，我今天下来还要跟他两个聊聊具体怎么回事，我都没搞明白昨天，好不好？老家人们亮相粉丝灯吧，好不好？那新的家人，我再做一下自我介绍哈，我叫李美露，来自于四川，我在线下是从事的高端美容连锁品牌，这就是我的会所，非常的大哈，楼上楼下有3000平方。那有新来的家人们哈，稍住停留一下，好不好？那有，如果你们想爱美的小，有什么需要的哈，等一下我的福利会给大家送出，那左上角也有个福袋，新的家人们去抽一抽哈，把福气抱回家，抱福先抱人，好不好？给我点一个免费的关注啊，稍稍住停留一下哈，等一下我的那个
福利会跟大家送出来，好不好？就是，然后反对的就是反对的，黑宝宝说的就是错的，切记切记，什么呀？点点关注，对，进到家里面点点关注哈，把福气抱回家，抱福先抱人，好不好？那现在家人们好不好？啊，那老家人没有亮粉丝灯吗？那老家人给我亮亮粉丝灯吗？好不好？对，亮亮粉丝灯牌，不会亮粉丝灯牌，再给我再教一教大家好不好？因为有些粉丝不知道，刚刚也不知道怎么亮粉丝灯嘛，好不好？点点左上角一个关注哈，点了过后它就变成了小黄心，然后再点一下，它就有一个一斗币加入粉丝团，或者一斗币，对对对，就一斗币，就相当于是我们的线下的一毛钱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谢谢老家子们哈，谢谢老家子们。叶总对阿伟说，他和阿子可以在一起一个月了，最终把人甩了。王翠荣子浩奶奶啊，你好你好，黄平，谢谢你谢谢你啊，老家子们谢谢你们哈。那新来的家人们，我再注意一下自我介绍好不好？我叫李美露，来自于四川。我在线下是从事了23年的高端美容会所，专注抗衰老和问题型肌肤。那我的化妆品也是厂家源头，这是我的会所哈。等一下我带新的家人们参观一下好不好？楼下1500平方，楼上1500平方，因为我们是做综合的哈，做综合的哈，做综合美容媒体的好不好？那行哈，那我再给大家送个福包好不好？新来的家人们稍作停留一下好不好？抽抽左上角的福袋。然后呢，报福先报人哈，再给我点一下免费的关注好不好？然后给大家再抽一点福袋好不好？阿姨又不是来的，阿姨莫昨天晚上直播又不来了，不到九江来了，不到乐山来了啊。你还是去阿子帮忙啊，一种诸位朋友也知道知道，阿子今天晚上估计会给你们直播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的话，阿子他等两天到我这里来，因为他把这两天忙完了，因为我还有个东西要给到他，知道吗？好不好？我再跟他用心的给他讲一讲好不好？家人们，不管你们今天对叶总的有些祝福，你们是生气也好不生气也好哈，没有关系好不好？我知道你们都是爱阿子的，我也爱阿子。就像我儿子经常跟我说，妈妈你好烦哦，天天你直播我都听见，阿子阿子过去的，阿子有那么好吗？我儿子都吃醋了知道吗？因为回家有些时候他就看到我在直播，在家里面直播，是不是？有些时候呢，他也天天看我讲，知道吗？他说你都没天天讲我，你天天讲阿子，哎呀，我说你不懂你不懂，知道吗？我儿子都吃醋知道吗？阿子能到我这里上班，现在是这样的，我昨天也跟家人们，黄平你肯定是这两天没来好不好？那这两天我也是我其实我内心的是这样想的，你们看对不对？第一，因为是阿子和叶总把我带到这条路上来，那不管阿子和叶总有错还是没有错哈，首先我从我内心来说我是感恩他们的好不好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从我内心的说，我更想阿子来帮我，我们强强联手对不对？因为在妇联晚上有些东西我懂的他不懂，他懂的我不懂，我们肯定可以强强。但是呢，我心里面有个结，是什么结呢？因为叶总知道吗？因为叶总是因为什么，他们两个到底怎么样，有些时候这段时间我都有点犯糊涂了，是因为每天年轻人嘛，每天想法是不一样的，是不是家人们？对不对？心情好的话说的话不一样，心情不好的话说的话不一样，所以说我要让他们两个定心定位定了乾坤好不好？那最后如果没有选择在叶总那里，如果阿子也能选择在我这里，那我是双手赞同的，家人们，那认同我这个观点的家人们在公屏上扣个一好不好？那万一下来阿子还有其他的想法，我还是要再问问他好不好？万一他不留在乐山，万一他留在乐山他也怎么发展，我要再问问他，因为他每天想的都不一样，真的是这段时间都把我搞得晕头转向的，所以说我觉得我要静观其变好不好？你们觉得呢？你们觉得我说的好的在公屏上给我扣个一好不好？那有新的家人们哈，稍稍注意一下停留，我祝我一下自我介绍，我叫李美露，我来自于四川，我在线下是从事了23年的高端美容会所，那这就是我的会所，
等一下我带新朋友老朋友参观一下哈，因为很多老朋友以前我都是住在这里哈，哎，没有让大家参观哈，参观一下好不好？那我是一个新手主播，我为了吸粉，为了在互联网上来把我的品牌推广的更好，那我给大家会带来一些福利好不好？那只要新来的朋友你给我点下免费的关注啊，点下免费的关注哈，那等一下我的福利你可以去体验体验一下好不好？哎，现在左上角有一个小福袋，有个福袋你去抽一抽好不好？哎，抽抽，等一下的福利，更大的福利还在后面好不好？啊，那新来的朋友稍稍停留一下，我跟我的老家人聊聊天，我就给你们带你们参观一下我的会所好不好？啊，叶总是个勤怪白骨精，哈哈，小声点，我不能念出来知道吗？因为我是正能量，我要念的话有些时候我们抖爸爸要希望我宣传正能量好不好，让他叶总他们定下心来，对对对，因为他们现在都没定下心来，我没办法帮好不好家人们，但是只要我跟你们承诺，只要阿子有困难我百分百的帮他好不好？因为在互联网来我也感谢阿子，包括助天这个品牌我也要感谢他，因为要不是的话，因为我觉得很好，产品都很好嘛，是不是？所以说王总跑到我这里来考察，精华油可以涂在眼睛上周围吗？可以可以，但是不要进什么，不要进眼睛好不好？精华油哎可以涂，但是不要进眼睛哈。嗯，问得很好，好的好的，谢谢黄平哈。哎，只能涂在什么？精华油只能涂在啊，这亲人们不要进眼睛哈，只能涂在这里哈，千万不要进眼睛好不好？那我带新的家人们看看我的会所好不好？家人们，那想看我的会所家人们给我扣个一好不好？那我带家人们看看我的会所好不好？新的家人们稍作停留一下哈，没结果我会所的家人们看一看好不好？那也因为以前也赚了花了1000W，楼上楼下3000平方，哎，看一看我的会所哈，给新朋友介绍一下好不好？那新朋友看一看哈，因为我在线下是从事了23年的高端美容连锁品牌哈，我的会所有3000平方、3000平方，楼上楼下哈，那这是楼下的大厅。早上好，哎，家人们，我带你们参观一下我的会所哈，因为这两天好多人说李总看一下你的会所，因为前两天我是在家里面播的，因为太冷了，早上有些时候还是想多睡睡懒觉，所以说在家里直播，那这两天天气比较暖和了，我又到会所来给你们直播好不好？早上好，丽丽，早上好，我带你们参观一下我的会所，因为很多家人们没有参观我的会所知道吗？那我早上早一点给你们参观一下哈，因为等一会儿有人，还有有些人我楼上还有哈，楼上还有，早上好。嗯，对，因为整个里面也有哈，里面也有，嗯，因为左边右边都有1000多个平方哈，这就是，这是大厅，里面不能参观，因为有些时候有人。嗨，看到吗家人们，哎，对，我给你们简单的参观一下哈，我的大厅。对，这养的鱼还哪天过来换换水了。哎，参观一下哈，因为昨天那个春之花的老总来过来考察我这里会所，他看一下我这里会所够不够他们的标准，我说你看看嘛，对，因为他在一个地方可以放1到2家，因为叶总是代理了嘛，没关系，我说我也可以代理，反正我因为我线下也有顾客嘛知道吗？嗯，也挺喜欢。好，早上好，638哈，哎，啊，你们看一下哈，我的会所哈，给你们参观一下好不好？对，对，等两天再布置一下，因为这两天因为刚刚开春暖花开，我的花儿都坏的，都死掉了。好，那新来的朋友哈，参观一下我的会所啊。对，好的，好，只帮阿子，我就支持你。好的，我肯定会帮阿子。好的，好好，家人们，当我帮我的学长过来了哈，那就不参观了，学长过来。呵呵，好了好了，对。对，参观一下哈，因为有些老家人不知道，
哎，新加坡人不知道我是干嘛的，知道吗？所以说跟大家参观一下哈，哎，这样子参观一下，楼上还有一层，楼上还有一层哈。那就是老家人们稍作停留一下，好不好？老家人们，因为我每天有任务哈，那我把我今天的福利送出来过后啦，然后我就跟老家人们聊聊天，好不好？老家人们稍作停留一下，好不好？阿子可以在这里上吗？我下来再跟他讲一讲，好不好？他这两天肯定要过来见我哈。那现在家人们哈，我做一下自我介绍，我叫李美洛，来自于四川。那我就是线下是从事了23年的高端美容连锁会所。哎，我就是我专注问题性肌肤和抗开老哈。那新来的家人们哈，点一下免费的关注哈，抽抽主上家的福袋。嗯，对，老家人们稍作停留一下，好不好？因为我每天有任务要完成，完成了过后呢，我就跟你们聊聊天，好不好？希望你们理解我，因为我每天都有工作哈。嗯，因为厂家也是跟我规定了一些任务的。那今天我给家人们也带来这一款，马上是今天是几号了我都忘了，3班妇女节哈。那今天这个远山也是，那眼部爱长皱纹纹的家人们给我扣个一，好不好？我们眼部为什么会长皱纹呢？是因为我们有机会请你会所体验一下。好的好的，黄皮，好的，欢迎欢迎。那我们眼睛是因为整个皮肤最薄的一个地方，整个皮肤最薄的，老家人们稍作停留一下，好不好？我把今天的任务完成了哈，给新的家人们哎一个福利哈，完成了过后呢，你们我再跟你们聊聊天，好不好？